Hello， 各位前辈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这台车呢是新自强号，这台很漂亮的白色火车是新自强号。我刚刚看那个月台显示，我才知道的。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这个桃园的中壢。中壢的话呢，未来会高架化，所以我在这边做个记录，因为未来这个车站可能就看不到啦。超级漂亮的新自强号。 OK， 那我们出站吧，带各位朋友看一下中壢站。好，从园林搭到中壢，票价的话是341，看得清楚。好，这样子。好，中壢站是地下化，我本来以为是高架，是地下化，因为我看它是下面在挖。这边好像有活动。好，我现在要研究一下怎么样到那个捷运站，因为我记得桃园有捷运站，但是它跟火车站没有连在一起，所以要看一下路线怎么走。这边有些人需要帮忙，拿了这个盒子装钱。中平商圈，这个中壢火车站前面还是挺热闹的哦，很多人啊，很多小黄。往这边走一下。哇，真的好多小黄啊！哦，那边是售票处，那边有卖面包。所以中壢站是地下化，看起来是地下化。啊，这个前面腹地蛮小的，比较压迫感。有些火车站前面会有圆环，那这里的话没有圆环。不对，感觉是高架化，那边也有建筑物。所以中壢火车站到底是要高架化还是地下化？也有可能是高架化，然后下面是地下街吧。好吧，我先关掉了，我先去到这边。中壢临时前站新建工程，所以看起来是高架化了。好，高架化。好吧，那我研究一下。